皇后说了，非要见到豫章王妃，方肯殉葬。殉葬，快带我去。 嬷嬷说的可是真的？爱我，我跟静儿等了你好久。来，快抱抱他。皇帝为何要赐你殉葬？只有我死了，才能保住静儿。 阿武，先前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别怪我。往后，你要替我照顾好静儿，替我教她说话、识字，让她远离朝政。碌碌无为没关系，只要她好好活着就行。我不许你说这些，我现在就去找皇帝。不要找他。 阿武，不要去求他，你答应了我，我才能安心的走。我不答应你，我绝不会答应你的。这可能是报应，我坏事干了不少，算计来算计去。 最终落在我的头上，只是没有想到，竟是你一直护着我的静儿，指望老天都报应在我的身上，不要再难为我的静儿。阿武，我求你了，你答应我，我不答应你。 今日尚在襁褓之中，他需要你好好的活着，看着他长大。他不能没有母亲，生命已定，要知道，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定局。阿武妹妹，姐姐求你了。皇后殿下，时辰不早了。 太后还等着我回信呢。阿武，我只信你。
我只能把静儿交托给你。你若不答应，静儿就是个孤儿。从今之起，你就是静儿的母亲。 静儿的母亲，我叫她说话，师子，我庇护，疼惜她，我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阿武，静儿会替我回报你的。 皇后，时辰已到，该上路了。快，他走了，我不想让静儿看到我上路。快走吧，宛如姐姐。 来世，我们再重新做姐妹。快走吧。 徐姑姑，小皇子，这是什么？王妃，皇后的令牌怎么会在小皇子身上？ 千山，空留一人。等夜深，等永恒。若是剑风云涌天下，流亡我随你同往。过千山，行万江，莫怕蛮荒漠上荒。
球场，终能与你浪迹红尘。御长王妃，快进去吧，陛下等候多时了。子龙哥哥，阿武带着青儿来看你了。青儿，哦，青儿，看你的父皇。快抱抱他。宛如姐姐说，让青儿平安长大，远离朝政。现在更对不起。
龙儿，王妃，王妃，哎呦，阿月，你说王妃到底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。 找到你们了，快，快扶王妃回凤池宫换上衣裳。凤池宫已经回不去了，必须出宫。出宫，哎，王妃。 骑着一匹马。
马儿忽然就跳了起来，我想飞了起来，我好像都想比先帝做得更好。要是真的没了你，那我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。龙儿，龙儿，奉令在此。魏将军，你可识此物？要去哪儿？启禀王妃，回王府。错了，立刻掉头，往城门方向走。
我们要出城，这是要去找大王吗？皇帝临终前对我的警示，足以说明现在事态危机。说不准，太后已经发现我把静儿抱出宫外，她定会派人来追我。现在回府，定是坐以待毙。我们必须出去，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小皇子他……必须出城。消息说皇帝狩猎遇险，属下立即派人去军营打探，得知宁朔军并未有人一同回来，而且京城流言纷纷，说此次皇帝遇刺与大王有关。现在府中如何？情势紧急，恕属下自作主张，我已遣散部分家仆，金中万卫也已全部隐藏起来，只等王妃号令。做得好。现在京中危机重重，不知王妃接下来作何打算？马上出城。是。出城。你来干什么？太后，臣知道此时向太后说什么节哀都是无济于事，可眼下诸事纷杂，一切还需要太后做主。太子尚在襁褓之中，不日还要登基，皇帝并非病亡，乃是遇刺，臣恳请太后节哀，以国事为重。丞相有何事启奏？回太后，方才有两队禁军残部已陆续返京复命。残部？围场狩猎，我派去的禁军几千人，而豫章王能调动的只有几百人，怎么现在只剩下残部？太后息怒。据来人所报，禁军声令方大勇率军围剿豫章王于炼狱山谷，损失惨重，最终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？那豫章王也在其中？回太后，大战后，围场附近的府县得到消息以后，派人全去勘察，最终证实，领军方大勇与豫章王皆已战死，豫章王尸身尽毁。他死了！他死了！死得好，死得好！龙儿，你都听到了，害你这人他已经死了，这还不解我心头之恨。来人，殿下，把豫章王妃抓起来，所有跟豫章王有关的人都给我下狱。太后，不好了，太后，太后，有人看见豫章王妃持皇后的俸令，
将军何事啊？韦将军，方才可有公车手持皇后放令出宫？是有一辆。走了多久了？大概一个时辰吧。车内所坐何人？应该是皇后的侍女吧。车内有没有小孩？应该没有。韦将军为何不严查？来人手持俸令，其中我等查问呢。李将军也是奉了太后首令出城。 难道魏涵要将李将军一行人等扣下严加盘查吗？你，哎，李将军，且慢，在下想问，宫中情形究竟如何呀？宫中现在乱得一团糟，乱，究竟怎样？我奉太后之命，追拿叛逆，不敢耽搁。叛逆？谁是叛逆啊？豫章王妃。豫章王妃，这是太后的侄女，她怎么可能会是叛逆呢？ 见过温相，太后贵体如何？太后先前常犯脑疾，可今日急火攻心，加重了恶疾啊，恐怕日后会经常出现神志不清的状况。 那就没有什么好的医治办法吗？此等恶疾，实难根治啊！一夜之间，皇帝驾崩，皇后殉难，储君失踪，连太后现在，这是老天爷亡我大成吗？ 殿下，温相求见。宣，是殿下。温相，请。
太后。你来了。稳定朝堂大局，就靠你了。莫负我意。太后，臣此来就是为了江山的巩固，求太后的旨意。你要求什么旨意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再说一遍。臣说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什么叫一日无君？我们大长有静儿，我还没死呢。太后，大长世祖王谢顾问，我温家虽然赶不上王家，但也自有根基。更何况臣也服侍了两朝皇帝，何需要拥戴新主以求荣华？臣所言所行乃都是为了大成社稷的根基。大成的储君唯一的就是静儿，你们现在就是要把静儿快给找回来。京城各大门都已关闭，禁军已经在全城搜查，一旦找到小皇子，定推其为帝。但臣只是怕万一。没有万一。太后，皇位空着，与国不利呀，士族们也不会同意的。忠顺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臣是忠于大成的人，臣是忠于大成皇帝的人。错了人，文宗师，你滚！你给我滚！你们都给我去找！你们快去找静儿！都去找静儿，都去，快找静儿！太后，殿下放心，
禁军已经派去好几路人马了，你的凤体要紧呐。不够，叫他去。谁？金，快去找金焕。是太后。开门。少爷姑姑，少爷姑姑，少爷姑姑，少爷姑姑。太后密旨，让你替他老人家办件要事。唯恐雷雨沾湿你菱花。时间追逐远去的戎马，若思念尚优雅，为何刻在天下？泪刻凄清难加。听风哭哑入千丈北家，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。此去鲜衣怒马，归来迎你温雅，心难舍放。等沧海洗尽了铅华，与你花前月下，因为你此生才不胜繁华。等云开风烟淡化，天涯尽处归家，我们在春秋冬夏，为你望相逢时那一刹那，用一生的步伐去挣扎，去牵挂，终为你。尽处归家，我们在。